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经济学模型跟微分的之间的关系。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，经济学的模型本身来说，它是 discrete， 所谓的离散的状况。 x 的话呢，它是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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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那在微积分里面，我们需要的函数都是连续的函数。那经济学家就把这个一点一点一点的合在一起的话呢，写成把它连在一起，变成了一个连续函数，方便我们去做经济学上面的模型。那在介绍经济学模型之前，我们先要了解一些符号跟意义。那么现在我所介绍的这些符号跟经济学上面常用的部分，其实有可能有一些出入，不过各位同学只要了解它的意义以后，就不难去分辨了。那么首先我先介绍的是 X， 我们最常用的这个数字 X 是什么呢？数量。这个在经济学上面常常是用来做的一个叫做 Q Quantity。 X 是指的是我们销售的数量。现在的话呢，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收益，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价格，用 P 来表示。Price 是指的是价格，数量乘上我们所卖的价格，就是我们赚进来的钱。赚进来的钱我们叫做 Revenue， 这个我们称为收益。这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是，就是说收益其实就是数量乘上价格，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是 R 是等于 X 乘上 P，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。那各位同学能了解了以后，我们再继续往下面介绍。现在我们要需要介绍的是 C， Cost。 Cost 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成本，我们的花费。一般来说，我们的成本常常要分成了两部分，一部分就是所谓的固定成本，一部分是我们的变动成本。那我们常常使用的是这样子写的啊， CX 的话呢，可以把它拆成两部分，一个是固定的，我们是用 fix 的。变动的成本是 variable 的， V 这边是变动，这边是固定。固定成本的话呢，大概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要是在经营店面来说的话呢，我们的固定的开销，人事开销，固定的跟我们的商品的数量没有关系的，那这个地方都是固定成本。那么变动成本的话，跟我们的商品的数量有关系，比如说我们在制造商品的时候的原料支出，这些东西的话呢，都是变动的成本。那么平均的变动成本，各位同学要知道的是，就是变动成本除以它的平均的变动成本啊。我常常使用的是这个符号 AV， Average 的 Variable 的 Cost， 它的意思就是指的是变动成本除以 X。 这是我们常常用到的一些基本的观念。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，是变动的成本，比如说我们的成本是，好，你看啊，我们的成本的话呢，假设是这样子的，1000固定的开销，再加上50X， 再加上根号 X， 好了，这样子，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很明显的，这边是固定的成本，这边是变动的成本。那么平均的变动成本怎么看呢？就是
除以我们全部的数量，这个地方变动成本，这是平均的变动成本。原则上来说的话，我们的成本随着数量的增加，变动成本会些微的下降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 marginal 的意思， marginal 边界，边际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是这样说的，我们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， marginal cost 是什么意思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说这是一个，这是数量，这是我们的 cost， 好，这样子，假设老板想要了解说，当我们销售到了某一个数量的时候，假设我们这边是1000个，我们想要知道的话呢，在增加了一些数量，我们的 cost 会增加多少？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差 delta c， 这边是 delta x。于是我们的话呢，就想想看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两个的比，就是随着这个地方，我们来写一下 marginal cost， 相当于是说 delta x 趋近于零，上面是 delta c， 下面是 delta x。如果的话呢，我要来解释的话呢，当 x 的话呢增加一个的时候，我们的 cost 会增加多少？那各位同学看看这是什么，这就是微分的意义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dcdx。 那么其他的部分我们也可以跟依此类推啊， revenue marginal revenue 一样的，这也是所谓的微分。以此类推，只要跟 marginal 有关系的都是跟微分有关系。那么我们在后面介绍一个例题，让各位同学知道怎么样去利用这些关系式然后来做题目。最重要的还有一个里面所有都是要用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式，就是我们的收入，就是我们的赚来的钱，假设我们这叫做 profit， 可是因为它是 P， 跟我们的 price 是一样，所以我们就假设它是 pi 好了。 pi 是等于我们的收益， revenue 是 x 乘上 P 再减掉我们的 cost， 就是我们所要花掉的成本。如果我们赚进来的钱扣掉了我们的成本，这就是我们赚进来的钱，这是我们用一个派来表示，到后面我们在解题目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。我们来引用92年四季二专的一个例例题来介绍一下经济学模型跟微分的关系。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，如果一个独占厂商面对的需求函数 Q 等于20减 P， 这个地方的 Q 指的是数量，也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X， 这边是 price， 是 P 就是价格。那么我先写出来， X 是等于20减 P， 这个 P 是一个 X 的函数，所以我们顺便把 PX 都写出来了，是等于20减掉 x。 好，现在再继续看下去，总成本函数 TC， TC 指的是这个 T 是 total cost， total cost 这个是 x 的话呢， TC 这指的是我们的成本， cost 是 8Q， 就是指的是 8x。 现在我们来看利润极大，什么是利润极大呢？派，我希望这个派希望它是尽量的大，
那么拍我要把它的算式写出来，算式就是我们的收益减掉我们的成本，收益就是 revenue x 乘上 p， 现在我就乘下去 x 乘上 px， 再减掉我们的 cost cx， 现在把它列出来 x 乘上 p， 这个边上的 p 是20减 x， 所以是20 x减掉 x 的平方，再减掉 cx 是 8x， 现在我们列出了这个我们的利润的函数了，整理一下，利润函数是等于负 x 的二次方加上 12x。 好，现在题目是看的是什么，利润极大，这边极大的意思就是要让它找到它的临界值才会发生极值，所以我们对它做一个对 x 做来一个微分，这边微分的时候是负 2x 加12，什么时候会发生极值呢？ x 是等于6的时候会发生极值，会出现一个相对的一个高点，所以我们就这么说了，当 x 等于6的时候会出现的是相对高点，可是题目问的是什么，价格 p， 我们回来看这个题目，这边的 p 我想要知道的是 p 是多少，20减 x， x 是几， 6， 所以20减6应该是14，这个题目答案是 a。 我们现在来介绍89年联合真试的一个经济学的一个考题，题目说独占厂商面对需求的函数 Q 等于60减掉二分之一 P， 我还是一样把它写成 X 是等于60减掉二分之一 P， 我习惯的还是把 P 算出来，两边同乘2，然后 P 就是120减掉 2x， 我把它的价格跟数量的关系找出来了以后，现在我来看一下这边有关于成本的部分，平均变动成本是 x 就是 q， 那么它是除以数量，所以的话其实我们的变动成本应该是 x 的二次方，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边际成本，同学看一下这边的话呢是什么意思，来我们看啊，这边的话呢是 DC DX 是等于 2X， 那么我们要知道是什么， C 是多少，当然是 X 平方，这边是所谓的变动的部分啊，这个部分这边 Total， 这边呢是固定成本，所以真正的所有的 CX 的话呢，整体来说应该是100再加上 X 的二次方，这边是固定成本，这边是变动成本，现在我们希望它的利润最大，现在我们把利润函数列出来， X 乘上 P， X 乘上 P 我就直接把 P 写出来，x 乘上 p 就变成了负 2x 的二次方加上 120x 扣掉 c， 要扣掉多少呢，扣掉100还要扣掉 x 的二次方，这才是我们的全部的利润，我们要找的是最大利润，这是我们一般来说都是这个题目都是要这样子找的，所以我们对它做一个微分，现在对它微分的时候是负 4x 加上120，这边还有一个100的话呢没有了，这边是减掉 2x， 我希望它要等于0，负 6x 加120等于0，所以的话呢临界值 x 是几，是20，当 x 是20的时候可以产生最大的利润，
但现在最大利润是多少，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二十带到里面去就可以了。我们这边带进去，二十是变成了负的，这边带进去是负的1200，再加上这边的话呢是 x 的平方是加上2400，再减掉100，所以这边是1200减100，1100元。这边的答案的话呢是应该要写 B。其实经济学的话呢，跟微分的关系的话，在这个里边的题目是最多的。那么各位同学，你只要了解这个固定的一个关系式，那么对于这样的题型的话呢，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掌握